棉花的黄牛，这不豆浆吗？一说棉花激动了啊，刚才豆浆倒妥了，再来杯黄牛。中华美食千千万，你推荐，小二哥来转。哎，这都开始，开始排队了啊，开始排队了。兄弟们好，我是小二哥啊，我今天来到了湖北襄阳，来打卡，能给我推荐的啊一家在开在幸福路上一个小胡同的，来吧，张家面馆。马上都快排到了啊！一号大厅，一号大厅，那边还有个二号。啊，一个牛杂，一个牛肉。要不要？啊，要一点。鸡蛋。那三十二。来一点。冰箱迅速啊！好。一个牛肉，一个牛杂。我们一个牛肉，一个牛杂。好。嗯，再要两个豆皮吧。啊，加两块钱。好，多少钱？再加两块。好嘞。又买牛又买啥了？那就来全了啊！棉花的黄牛。这不豆浆吗？一说棉花激动了啊！刚才豆浆倒妥了，再来杯黄牛。啊，这是黄牛。我看着还有点像酒一样。嗯，两个啊，都尝尝。一个牛杂的，一个牛肉的，重口味的啊。第一次来，不知道咋要的，他是等于说就是一碗是15，加豆饼一块，加鸡蛋一块，有豆腐、牛肠。没有想象中的辣啊，想中我吃不了了。嗯，牛肠特别鲜啊，豆腐，满满的汤汁，小得意。一会儿他家面馆啊，很多大主播都过来打卡，嗯。我感觉着啊，麻味辣味对我来说，对小二哥本人来说，适中，正适中。一块面，加牛肠。我当时他想着牛肠面，里头有好多牛杂的，一看都是，只有牛肠，尝尝这个劲儿，这是牛肉的。哦，哎呀，这15块钱这不少啊。嗯，够香啊！这个是绝配，牛肉面配黄牛，可以。妈，你开车了啊？管，喝酒不开车。牛肉啊，问老板他们都是黄牛，还得香啊。看到我刚刚喝了几片了，哎，这15块钱，这不少啊！这就地方差异。你看咱那边是早上，有这个瓜汤、豆沫、粥为主。这边大早上啊，他们这边况且好多面馆啊，就是一天三餐全部都是面，三餐都是面，尝起来，嗯，哎呦！这汤不管喝了，管喝了。嗯，兄弟们，你们推荐的啊，老张牛肉面馆，小二哥已经打卡完毕啊。徐玉给小二哥推荐那次啊，你推荐小二哥来转，去哪吃你说了算，压着你。